亚洲天王罗志祥过去遭到前女友周扬青的毁灭式爆料分手，沉寂多时才逐渐复出。不过最近他更新社群时被发现手上戴着的手环疑似跟周扬青是同款，引起网友们疯猜两人是不是已经复合了。截至目前为止，两人并未对传言做出回应。然而中国网友随后再度爆料称，罗志祥想要追越南女星知福。29岁的越南女星知福拥有亮眼外形、姣好身材，近期因参加《乘风2023》收获了不少的人气。从网络上疯传的截图可以看见，罗志祥在节目上表示，除了周扬青以外，最想追的女生就是知福。他的工作室随后发文晒出节目的真实截图做对比，证明罗志祥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并强调这是无中生有的消息，直接否认了传言。you